完成了军火交接，给总部发报吧。怎么说？这些都是侦缉队员的辞呈。三天之内，把钱给我准备好。400根金条，一根都不能少。给他付一笔定金。要是金宇轩不干呢？当警察20年，居然当着一个妓女的面接石明喜这么重要的电话，没找着赵亚璐。我要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你还没抓到呢。怎么没炸？军火库是假的。上当了！凭啥不告诉我们军火是假的？我们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？你想咋的？老子不干了！